即先讲 Andy 啦，之前一路咧带挈我哋赚好多钱。如果大家真系咧有紧贴住 Andy 推嘅股份嘅话，特别系美股嗰方面咧，好多题材股咧，其实之前落咗嚟，如果够胆买翻嘅话，而家其实咧就好阴谋啊，超过一倍嘅回报都有，估唔到系嘛？